令到推背圖廣泛流傳係咩咧？就第39象。點解呢卦會出名呢？就係、是、啲人發現日軍侵華嘅事件，最重要點出咗日本投降嗰一年，1945年月酉年。重視嘅咧就幫我渡過九七危機咧，就係、是、我成日講嗰個四一象。呢一卦點解我咁肯定係香港呢？因為嗰個卦象嗰個甲神咧就係、是。四象是什麼呢？留意這個卦之前很多人提，為什麼？因為美人自西來，我認為不是朝，是招，招仙的招，是招仙中國日本啊。好，又是喜趣睇帥王的時間，有我 Apple 在這裡，還有身邊的女士。Hello。 當然還有玩外音小師妹啦。Hello， 大家好啊。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要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 我們喜趣台 YouTube 和 Facebook page。咁有什麼玄學的問題呢，可以直播的時候啦，跟我們傾偈啦，又或者呢留言呢 PM 我們，我們可以一起傾啦。咁我們呢早前就講過推背圖，他講啲台海的關係啦。咁、其實整個亞洲呢好像都醞釀緊啊，在這個九雲。有點解要講這個呢？其實都有些學生原聽過推背圖我講過，因為他說喂，不是只是一個卦是關這個、東亞那些問題，包括台灣的問題，其實他告訴我喂，原來之前他說喂，你講四十三卦那個台灣，那原來四十二卦你又沒有講過，那個都關聯，你曾經講過關聯，那我在這裡借個機會就去解釋給大家聽。那你四十三卦咧就係、是、講台灣，其實之前嗰個係四十二卦，四十二卦咧就都牽涉到韓國嘅問題嘅。咁、你睇落好多人都唔係好明白，但我哋不如就趁機會解釋俾人聽點解要咁樣順序好嘛？好啊，其實推背圖係乜嘢嚟嘅咧？阿蒲姐知唔知道？唔記得係嘛？我哋上次好粗略咁樣，大家睇翻之前嗰啲，之前嗰啲未講到咁多。咁你如果喺推背圖嘅呢啲咁嘅歷史。金聖歎是其中一個解釋推背圖的人，那誰先寫的先推背圖，誰畫的推背圖，當然是圖啦。其實整個推背圖呢，為什麼叫做推背圖呢？就跟他第六十象有關，因為六十象裡面呢正正有兩個人在推著背、按背中國人，你有沒有按背？你有沒有按背？真的推背按背這樣解，所以推背圖真的有按背的意思、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實推背圖怎麼來呢？咁相傳咧，因為傳說咧，就唐太宗啊，唐朝嘅唐太宗，你知道咧？唐太宗咧，佢就曾經揾呢個袁天罡、李淳風兩師徒咧，去預測唐朝嘅國運。咁點知預測下，左預測右預測，一路推一路問題，一路講講講講講到最尾咧，一路推到去推住背嚟預測嘅，原來係唔係兩樣嘢兩樣嘢啦？你聽我講就係、是、佢一路講緊，一路預計佢嗰、那個。世事的局勢會怎樣行，一路行行到最尾了，真係好像話四時天氣，當然不同的朝代，包括唐朝滅亡啊，其他不同的朝代更替，好到最尾第59象啦，講到世界大同咁滯啦，你可以有機會睇嘅就係佢到最尾咧，喂，佢話喂唔好再後面啊，袁天罡推佢，喂夠啦夠啦，原來咁嘅意思嘅，唔好再搞啦，不如推背去歸休啊，即係按背休息。所以你如果唔明白、你睇睇六十象，六十象就係茫茫天數始終求啦嘛。所以佢到最尾萬萬千千説不盡，就係話咩啊？不如推背去歸休，即係好似你推背按摩。原來推背係舒服休息嘅，叫係啦，冇錯啦。所以你諗下，你真係估唔到原來咁傳統，原來按背係咁耐歷史啊！所以用呢個意象嚟做咗呢個名字就推背圖，冇錯啦。咁所以真係個公仔係咁，所以到今時今日咧、今時今日呢個推背圖咧、流傳咗咁耐，但係實質上咧經歷好多朝代而好多朝代好多人咧、都有機會覺得佢唔係真嘅。其實好耐以嚟咧，其實推背圖咧列為禁書嘅。哦，點解咧？咁喂，大佬，我會知道朝代幾時滅亡喎？你諗下，其實你咪話啦，玄學依家都唔係喺而家你知唔知我聽我聽到國內禁用呢個玄學推敲股市？你覺得嗰幾句嘢，你咪個個明啊嘛？你係咪個個？你上次都講過，唔係個個解説一樣啊嘛？係啦係啦，咁你好難話真係會睇到嘅天機喎。冇錯啦，你如果想去了解嗰個推背圖，我都講過啦。佢其實喺傳聞咧喺趙匡胤即係宋朝咧。一路到清朝大部分時間都被人禁了，即列為禁書。
咁當然去到金聖誕首相咧，佢就批注咗呢個推背圖。咁當然咧，佢仲刊印出嚟。不過好多人現代好多歷史學家或者啲思想啊，或者玄學家都引證咗，有啲人就偽冒金聖誕。金聖誕係邊個咧？好簡略嘅啫。金聖誕係一個著名嘅文學批評家，著過《紅樓夢》啊，《水滸傳》嗰啲嘢。即係《紅樓夢》《西廂記》啊，《西廂記》《紅樓夢》嗰啲咁好出名下嘅。咁所以我哋要知道咧，有啲人可能咧就偽託咗話金聖誕去批注呢、這個呢、這個叫做推背圖。咁其實係真定假咧，無從稽考。但係有樣嘢要注意到就係、是、推背圖本身佢個可信性有幾高。咁我哋先唔好論過去嗰啲，過去嗰啲我哋講出嚟就你未必知道真偽。但是如果我們用近代那些去引證就會好一點。推背圖其實由我們不理它有沒有金聖誕批，到文初出現了之後，其實很多人都會看，學員學包括我會看，我都 未理它真偽，我都去參詳一下。它參詳了之後呢，其實除了第一象，第一象就是一個引子來的，就是我們講煙草啊，即係盤古自盤古開始啊，到咩咁啊，龍爭虎鬥啊咁樣，即係其實兩個圈嘅啫。第一仗，咁佢就係講俾你一個開始。到第六十仗，頭先講緊退背去歸休啊嘛。一個開，一個結，即係中間咧，六十減二有五十八個仗，就係講緊呢啲歷史進程嘅變化。得唔得？而第一仗咧，真正講嘅即係第二仗。先至係真正講緊歷史嘅啫。如果你見到第二象裡面出現嗰啲，包括有啲咩咧？有個圖啦，有啲字啦，包括啲字，包括佢嗰個甲乙丙丁嗰啲啦，係嘛？另外有個卦啦，跟住有個簽約同埋一個重約，分別兩個簽文，去解説翻圖像顯示嗰啲嘢。咁所以如果我哋去解説咧，就係睇啲圖啦，同埋睇呢啲簽文同埋呢個重文。咁去解説推論啲嘢，咁當然第一卦佢係講啲理啊，我哋講唔係第一卦第二象啊，第二象佢講理，理係咩揭示咗姓李嘅王朝係邊個啊？咪唐朝咯，咁啊開始咗咯。咁最得意係咩咧？點解啲人會覺得神奇就係因為佢啲理嘅數目正係唐朝嗰個君主嘅數目，所以啲人好離奇啦。咁點解會係咧？就可以咁準確可以預計到出嚟？咁好簡單，啲人去講就係因為佢假借咯，偽託咯。Okay. 偽託啦，咪假嘅穿著附會嘛，即係譬如你唐朝，我哋用宋朝去數唐朝，梗係啱啦。所以一路講緊就係推背圖喺後邊不同嘅朝代都有人去篡改，包括我哋見到第三象嗰個武則天嗰、那個，都係佢講到好離奇嘅日月當空，趙林上土嘛，撲朔迷離，不聞亦武，佢直情將武則天嘅名字寫咗出嚟，武盟啊嘛。所以根本更加無稽，啲人唔係好信，因為佢太過真，太過唔合理啦，啲人覺得，就會覺得呢件事個可靠性低，因為你諗下，如果你係唐太宗，你知道咁樣，我理得佢姓文定姓武啊，殺曬啦，仲俾佢入宮，係嘛，一早就會出現啦，所以有啲咁嘅情況，有啲人就因此咧就覺得推背圖的可靠性很低，但是有一件事我們不能夠抹殺，就是如果我們順推那件事呢，其實去到我不理金聖誕有沒有作啦，有沒有牽涉到其中呢，你去到民國呢，差不多它刊印了出來，你沒得很難修改，所以我們去近遠那些中間你有興趣我可以再講，但是時間關係了，我們去了解它怎樣去真呢，譬如好像近代包括清朝好無稽嗰啲卦，點解好無稽啫？譬如太平天国，你聽過啦？聽過，係嘛？好似第三十四象嘅太平天国係離譜到佢第一件事，佢講埋有太平時王殺王，佢出現太平嗰兩個字嘅。太平又見血花飛，五色將成女外衣，洪水滔天遙不受，中原曾見夢全飛。呢一個卦象因為有洪、受、全三個字。
連太平天王都洪秀全都出埋，所以更加令人唔信係嘛？係，我唔泰國。咁但係你後邊到就寫落嚟，係變咗慢慢變咗近代史。冇錯啦，嗱，所以人又覺得準確。係啦，所以嗱，點解會咁咧？嗱，我哋撇咗嗰、那個呢啲咁樣，我哋講咗佢點樣嚟，點樣成咧？點解準確咧？就係因為去到一路包括三十六象都會牽涉到咩咧？八國聯軍入京啦，義和團事件啦，呢啲詳細你都覺得無稽嘅。跟住你再落去咧，將近代去到三十七象，我哋見到，漢水茫茫就係講緊咩啊？你三十七象已經見到漢水茫茫不統計統，已經去到文初噶咯喎。不統計統點樣不統計統啊？冇咗個統，冇咗咩啊？冇咗個宣統，宣統總統，冇咗個宣統變咗個總統咯，所以不統計統咯。所以南北不分，和中與共變咗共和啦。所以呢一卦係咩啊？水清中有結，即係話清朝滅亡啦。所以呢一卦咧又更加離奇。到第38象嘅國內嘅亂事啦，門外一六群雄逐鹿，這個就係講到水深火熱嘅。咁固然啱啦。但最重點亦都最出名，令到推背圖廣泛流傳係咩咧？就是、第39象。係。39象係乜嘢咧？鳥無足，鳥無足，山有月，鬱初生人都哭。你識唔識㗎？字面都識嘅呢字，所有字我都識。所有都識就唔知啦。佢話鳥無足，冇腳，山有月，冇咗即係雀仔冇咗嗰幾點，哦、然後點啊？哦加個山字，咩字啊？島島，你見到個圖像就係只鳥騎喺個島度，即係鳥在島上個島字，然後隔離個太陽。日本係咪啊？冇錯。哦。旭日即係紅日啊嘛，有邊個嗰個國旗有個紅日？所以如果將日本國旗升起嘅時候咧，就有但係有排喊嗰啲人，就悲哀啦。所以你見到咧，佢嗰一卦咧，佢講十二中氣不和，男生有咗不生來。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點解呢啲卦會出名呢？就係、是、啲人基本上咧發現呢一個日軍侵華嘅事件，正正係咩？而最重要就係佢點出咗日本投降嗰一年，揾唔到啊？幾時啊？係一朝聽得金雞叫，金雞年，係金雞年啊！你見到金雞年第39象，佢講明就係、是。金雞年就是1945年月酉年，月酉雞年咧生肖係雞年，嗰一年咧日本原子彈啊嘛，日本就投降啦，日本中咗原子彈啦，美國射咗落去咁啊，完咗。所以你見到呢一卦咧，就令到人哋特別留意翻呢個推背圖，所以以後跟住落去嗰啲卦象，包括我哋由39象，如果真係冇人篡改，40打後咧就會準啦。呢、這個就係咁啦。39象之後咧，係會講邊一個卦？39象之後咧，我哋好籠統咁講俾大家聽。39象係40啦，嗱40好簡略話俾你聽，因為時間所限，我哋集中後邊嗰兩個卦象。譬如40象咧，就講緊共產黨嘅崛起。你會見到1、2、3、4無土有主，少少天光隨公而。特別你見到一口東來氣太嬌，腳下無理手無毛，你會發現咗東同來一口第一個嚟嗰個咩啊？毛澤東、周恩來，另外就腳下無理手無毛啊，個毛啊，所以呢一卦係揭示共產黨崛起啦。少少天干有少少天平咁啊，天干四正啊平也，所以我哋崛起到睇到無土有主啊嘛，冇土地有主席，原來無產，所以呢個可以好簡單，我哋今日暫且不解呢個啦嚇。有興趣嘅話，我哋再請佢上先再講。咁反而我重視嘅咧，就幫我渡過。九七危機咧，就係我成日講嗰個41象。四一象，天地晦盲，草木翻直，陰陽反背，上土下日。呢一個咧就係母兒衰帶血無頭，手弄乾坤何日休？99年成大災，青黃子合在秦州。呢一卦裏面最出色就係99年成大災，植物同埋草木翻直，係啦。香港植物99。我哋見到各樣99年，係冇錯啦。草木翻植，你想不到有什麼地方是翻幫種植啊？原來整個中國那時各樣在哪裡呢？特別是香港。香港。而又這麼富庶，那你陰陽反背，即是顛倒了的。是吧？上到下日當然是那個香港的鄉字，是吧？那你母兒衰帶血無頭，其實
我哋會見到呢個係軍人咁嘅，好似軍人踩住嗰個波波咁，個圖像。係啊。咁啊踩住個波波，我成日諗唔到佢個波波係乜嘢？手弄乾坤何日休？弄個乾坤係乜嘢咧？乾坤代表咩啊？天地住為之乾坤。佢弄啲咩係停唔到嘅？九十九年成大錯，九十九年就係一個租借期，係唔得嘅，會有麻煩。青木子入在秦州，秦州個秦字咧。它其實就是沒有個日的秦字上面 上面是秦字下面是什麼下面是一個香港的鄉字的上面的 和字的所以你抽起它就將它將個和頭去了哇、哎、去香港之後香港看來都是有些麻煩了沒有了一些東西所以我在這個最尾我發現了去到什麼97年幫到我手就是它的轉折有亂事當時最明顯就是經濟很厲害好似很厲害、我後來有一天看完就叮一聲就是什麼乾坤是什麼呢是經濟、誰弄乾坤我都說是個鬼佬來的、那個、原來那個踩著球他們玩弄的是什麼呢是經濟、弄乾坤那個就是捉弄那個經濟呢打大鱷操弄經濟沒錯打大鱷所以你看到打大鱷那些東西就是經濟戰、所以我發現這個是一個金融戰爭來幾時開始呢都說99年成大多97年是一個金融風暴所以這個就幫到我渡過這個金融風暴明白那它原來你說完了沒有手弄乾坤何日休有排搞啊現在還在搞緊成大錯嘛即是沒錯了是很大鑊的會搞到你很大鑊其實我想了解是香港會不會是即大家都潛逃啊即現在覺得好像有些憂慮啊，即係唔知點咁，好似又係一個小嘅地方，又開始俾人摒棄，又俾其他人追捕。亞洲四小龍又冇埋。如果你咁去睇咧，香港係會有下波嘅趨勢嘅。係。咁但係會下咗啦咩？都好落後，我都覺得依家香港。咁但係個經濟嘅問題咧，仲未完結啦，我淨可以話俾你聽。係。即係仲會有動盪，都話有動盪嘅味道，由九七年開始。如果你想要分嘅咧，我用咗一個概念，可能五十年。五十年不變期間就在度動盪、所以你看翻，如果我哋講元運，個元運個元運就話俾我哋聽，每個元運轉接都乃贏，所以你跟住佢啦。二零四七嘛，冇錯啦。嗰時你可能仲有啲接連三仲出現、所以未必完。咦，我有新之餘都睇唔到好嘢，唔通嗱有樣嘢我特別一提，這卦呢卦咧有啲人認為唔係嘅，要睇有不同嘅解説。咁我自己解説之前，點解我自己解説就因為我睇到好多書都唔係太合心水，同埋好偏頗。呢一卦點解我咁肯定係香港呢因為那個卦象的甲辰呢就是1997年7月1日的日元、你學過八字就知道的、這個是肯定是香港來的、即這個41卦是一定是講香港一定甲辰就是香港的日元但你看字面都估即是我不識那些什麼甲辰是香港的日元來的即經過鑑盤那天的八字日元就是甲辰我以前我第一次搞完或者刊印一些推背圖給人派給人或者賣俾人啊，賣俾人啊，咁我都會叫啲師傅睇一睇。明白。好啦，咁跟住落去就好重要，我哋講翻嗰個就係、跟住嗰卦係咩咧？四十二象嗰卦，我哋一定要講埋俾大家聽就係、即其實我哋講個四十三象就係台灣啊嘛。即由九七金融風暴、到我哋估計之後，好似而家我黑兔走入青龍月，中間都有噶嘛。咁呢卦係咩咧？就係、正正係四十二象。四十二象係咩咧？你留意啊！呢一卦之前好多人提，點解？因為美人自西來，有個美國嘅女子去咗台灣，所以好多人講就圈呢一卦。如果你上網睇，就係美人自西來就係講呢一卦喎。佢哋聲稱點解咧？你留意啊，人哋一般而言講朝中日自安，我認為唔係朝，係朝朝鮮個朝，係朝鮮中國日本啊，漸漸安啊聯盟啊相關嘅，會整頓咗啊。長工在地危而不危，嗱、這、呢個留意到長工在地下危而不危，呢、這個係 crisis 危機，但係長工係咩啊？可能喺地面嘅衝突，唔係你見到而家飛彈嘅，唔係飛彈嘅，睇嚟就未必啦。嗱，西方女子琵琶仙，咁我唔知嗰個邊個叫琵琶，咁嗰時有個貝洛西，貝洛西個西，呢個係咪啊？咁佢又唔係叫 Cindy， 我見到係咪叫 Barbara 定 Cindy 又唔啱，但係咧有我睇過有個。有個師傅朋友話俾我聽，嗰、那個琵琶係航空母艦嚟嘅，其實個、美人跟住航空母艦嚟，咁而家你留意好多軍事嗰啲嘢啦。咁佢話搞搞衣裳色更鮮啊嘛，點解咁肯定係朝鮮呢？因為嗰個朝鮮嗰個咩啊，
你見到朝鮮兩個字，色更鮮係講緊同鮮有關，係朝鮮有關。點解？佢話咩啊？此時雲積居朝市，係朝鮮嘅市，即係首都。咁我唔知道係南韓定北韓啦。但係會點啊？鬧亂君臣百萬般，內亂嘅。哦，係裡面有動盪。嗱，呢一卦要注意到，呢一卦又係延續好耐嘅啫。你見到兔仔睇唔睇啦？係。又係同兔有關，驚唔驚啊？嗯。所以嗱，我為咗啲卦，我睇翻寒戰1951年係兔年。哦。所以呢一卦點解兔年？冇錯啦。所以我由頭到尾，我話俾你聽，由51年嘅兔年延伸落去，我見到阿金仔上場咧。係。再加上佢撳飛彈，佢嘅育兒計劃係計劃，唔係最緊要係栽培佢個乖女。佢嘅育兒計劃係嘛？所以呢件事會牽連到咩啊？嗱，你要注意到原來寒戰到而家冇講過停火嘅，嗯，即係其實呢件事會點咧？嗱，係咪會朝鮮會冇講到統一啊？首先，但係會有亂事出現，而呢個亂事咧就會喺兔仔嗰度又出有機會。所以呢兩卦我嗱，我唔敢話呢個寒戰係咪等於呢個，因為都係美國過嚟打嘅，係。但由於佢話朝中日漸安，我就睇緊而家好多聯盟協議傾緊啦。而家有個敵對，你留意一下，中國好似同嗰個東亞地方裡面，包括日本啊、韓國呢啲好緊張嘅局勢。咁我見到美國啦，上次貝洛西嚟又牽涉到台灣，又牽涉呢度，我就又係拭目以待，得唔得？好。所以你睇到呢一卦42同43，就好似我覺當時睇翻。八國聯軍到義和拳事件，佢係好似並行連續嘅，所以你睇到啊，好想睇埋之後嗰啲喎咁。嗱呢個咧有啲時間關係啦。如果之後嗰啲咧，我哋都有機會見到嘅。咁呢啲又賣個關子好唔好？好啊好啊。咁有機會你咪知好多嘢，由97到依家。啊97到而家，我估咗好多嘢㗎，攞嚟淨係投資炒賣。至於你話後邊嗰啲卦咧？其實都牽連好多嘢，有興趣可以再睇下，好嗎？好啊，OK 嗱，同埋依一卦，我哋睇下兔年係咪即係可能我哋嘅韓國啦，即係或者係朝中日係嘛？即係我諗，但係朝鮮同南韓關係有啲緊張啦。冇錯啦，咁所以我哋今年睇埋嗰個台灣係啦，年尾就知道㗎啦，個答案就揭曉啦。即係年尾先再講。年尾先再講，年尾前講得唔得？你喜歡幾時？係咪好有興趣？好似係咪？呢個幾有趣。突然間好似好有興趣。唔係學下中文啦，我哋嚇，係多了解下。OK。好啦，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睇多啲，或者自己都有睇開推背圖，可以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啊，討論下啦。咁樣係啦，可以留言啦。咁我哋今集講完咁多先，大家咧都中意記得要 like、subscribe、share 我哋喜趣台 YouTube 同 Facebook page 啦。有啲咩玄學嘅問題咧，PM我哋，咁我哋繼續下個禮拜見啦，拜拜。拜拜。